好，什么你？哎呀，快快快快快，我要迟到了。今天是我上班的第一天哦。现在在干嘛？我要把这个贴到手臂上，然后看一下我后面，就是我今天要来上班的地方。他跟他合影，我要问他了。小度，小度，我今天的工位在哪里？他真的说话了哟。小度说我的工位在那个闸口下面。看，我接盘了我的小推车。我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今天要工作的办公室。当然了，我的办公室肯定就是食堂啦。然后我刚刚问过，就是说可以先从这边走，我们先从这边，然后转一圈，然后回来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去那边的日本料理，走走走。我都想好了，前面那一整只烤鸭我是一定要要的。那个网红牛肉火烧。呀，这样的火烧哎。哇，这个是手撕兔吗？对。好了，现在人越来越多了，我的物料呢也已经备齐了，现在就要回我的工位上工作了。走走走，我已经选好了工位。我刚刚都没有数今天到底拿了多少种菜，就是从头走到尾全都拿了一通，想吃的全都拿了，然后数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十四个。这个叉烧肉应该是我第一个要的东西，你看我都忘了，拿的东西多的我都忘了。我要尝一下这个厚厚的叉烧肉片。今天啊，有好多红油的东西，比如手撕兔啊，比如口水鸡啊，然后主食也面、饭、饺子，然后牛肉火烧、寿司也全都拿了。菜呢，想吃的也都拿了，所以说还是挺丰盛的。软、嫩，一贯的保持着叉烧肉的口味，甜甜的。也就是公司食堂吧。当年我们学校怎么可能给你叉烧肉？哎呦，让我想起了我的学生时代。你看今天的种类啊，有粤式风味，有川菜，然后还有日式风味，还有什么牛肉火烧，连个整只的这种北京烤鸭，慈禧饺子，还有各种家常菜、川鲁菜全都有了。我要尝这个寿司，这个寿司中间应该是蛋卷吧。好红哦，这算某不知名吃播意外在百度走红。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排骨，排骨上面肉很大，这个叫蔓汁排骨，是日式口味，然后吃起来确实是甜甜的。然后刚才那个寿司呢，吃完了之后酱汁很浓郁，上面有一块鳗鱼，然后中间是蛋卷，我觉得寿司只要酱汁给够了，它就会很好吃。来，兔肉吃起来真是太爽了。我上次在成都吃的那个钵钵鸡的那个味道，鲜香麻辣。里面不全是兔肉，也会稍微有一点细碎的骨头在里面的，很开胃的一道凉菜。下面吃一个驴肉火烧吧。掉渣哦！刚才他切的时候，我看见了，里面的鱼肉呢是用那种炖的很软烂，就是都不用刀切，拿手一戳就碎了的那种鱼肉。然后还有焖子，还有青椒。第二道烧骨。这个牛肉火烧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它老掉渣，我好心疼。今年都吃了，然后除了这个尖椒，还有这个鸡翅干，鸡翅干不用给大家做介绍了，肯定很酥，敲着都邦邦的。下面要吃这版部分的，这个是糖醋盐酥鸡，看着红彤彤的就是。
三条热辣虾，辣虾上面是包菜，其实对你有点想吃虾了，所以点了个这道菜。我自动开始包虾了，那我就趁着这个熟，我就把这些虾都给包了。好了，虾包完了，那我就放了这个汤饭，先吃其他的。这个招牌慈禧吧，好不好？我也不知道为啥叫这个名字。我给你们看看里面的馅儿啊。哇哦！这里面有猪肉、蟹棒、鸡蛋、黄瓜。我第一次吃带黄瓜馅儿的饺子，好清新，很清新的一款饺子，慈禧，很清新的。整个鸡全腿，太大了。我其实最喜欢吃鸡全腿了，吃炸鸡的时候我也是，鸡全腿上面肉最多。我给你们看刚才我手心那么大的肉，现在会有多么少的骨头。你看，手心那么大的肉就这么一点骨头。这个面我要留在后面吃，然后我先吃这个汤饭吧。这个汤饭里面有午餐肉、金针菇、小油菜、娃娃菜，然后三鸟牛丸，还有那种就是这个鱿鱼这个棒，还有鹌鹑蛋，还有牛肉。还有甜不辣之类的，好丰富。我之前一直想吃汤饭，但是从来都没有吃过。现在感觉呢，就像各种丰富的物料煮的一碗很浓稠的粥，就好像我在家煮的那个小米粥一样。就看着这么丰富的物料，哎呦，肯定会好吃。说一下这个面吧，这个面我本来今天想加一个卤蛋来着，但是你们看上面这个炒鸡蛋，但是比卤蛋好吃多了。糖心蛋我敢一口闷，卤蛋我可不敢，会噎死的。好，那现在桌子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吃过了，除了看这个皮还是脆的了。那油好多油，看这个跟脸一样大的鸭腿，是我脸太小还是鸭腿太大？太香了，我跟你说太香了。食堂竟然有烤鸭，而且还可以拿一整只，而且是很肥的那种烤鸭，不是外面卖那种，就是超市卖那种吊炉的，35块钱一只那种。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广式那种烧腊吧，烧鹅之类的，很大。这个鸭子，哦，谢谢。小哥哥说我是你的粉丝，然后给了我一瓶水。果然，我的粉丝每当我吃饭的时候都觉得我渴，是吗？好多时候都是我不渴，然后他们觉得我渴，就一定要让我喝水。视频里实名感谢这个小哥哥，谢谢他哟。我啃的骨头啊，你们真的不用纠结我会不会啃干净。我啃的骨头向来都是狗见哭鬼见愁的那种。好肥哦，这个鸭子，好好吃哦。脖子的那块皮好大哦，好像饭包的那个菜叶一样。我包这个叉烧肉，哎呦，鸭皮叉烧包，哎呦，听起来就好吃了。
我这回学机智了，我要把鸭屁股先给弄走。上次误食了一个鸭屁股，特别臭，它跟鸡屁股是不一样的。我吃这个寿司，我刚刚掰烤鸭的油都流到这个寿司里了，所以现在这寿司吃起来还有点烤鸭味，特别香。最后一块鸡，我想想我下面吃什么呢，吃这个吧，一个一个清空。它这个是辣椒里面裹的炒鸡蛋，辣椒不辣，然后蒸的它也不会很烂唧唧的那种，里面的鸡蛋很 Q Q 弹的那种感口感。哎，这道菜我还蛮喜欢的，谁说椒椒不辣，这个椒椒是我今天吃过最辣的一道菜。应该是最后一口的，最后一口好多辣椒籽儿啊。我今天来鸭子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接近打餐的尾声了，但是这个档口还是有不少人，可见鸭子还是比较受欢迎的。我给你们看啊，就是这块肉，是鸭身上唯一有两条的。之前烤鸭师傅告诉过我，这两条肉是最嫩的。这种炸鸡啊，就属于那种台式炸鸡，就是里面是裹的那种酥酥的粉粒的那种感觉，有酥粒在里面。然后老北京炸鸡呢，就是那种薄薄的脆壳，面糊炸的。我给你们看啊，这是一块纯肉，纯鸭胸肉，可大一块。话题就是百度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。我跟你说百度糯米可好用了，我昨天还给嘉豪推荐，我刚刚都没舍得让它流出去，都留到这盘子上了。那我现在还剩一个面一个饭一个饺子就算了吧，然后还有一个鸭腿，还有一块鸭胸肉。现在就到饭后吃主食的时候了，我先吃那个热的面这个饭啊，我也让它去热起来。没有给它吧，你们看，这是我留的最后一个鸡腿，不是鸭腿。我们等饭来吧，然后盖到饭里吧。啊，我的饭来了，我的饭来了。先最后一份，我要让它上 C 位。哎呦，还给我加了两颗虾。哎，这不是我做的那个鸭子的粥吗？你记得我在家拍 vlog 的时候。鸭皮泡进去了，可能鸭皮上面是有点油凝固的上面，然后一放到这个烫的饭里面它就化了，这整个饭都特别香。今天最后一口好了，吃完了。
好，现在大家先关注我们今天的午餐结束了，然后一共在百度食堂吃了14道菜，谢谢大家陪伴，大家可以关注今天在百度食堂吃午饭的 mini 的时间，晚上我都是在 mini 要会小一分钟，拜拜。好了，我吃完饭了，我今天的工作结束了哦，我被开除了，我滚了。这里面都好冷，科技看那个样子吓了我一跳。哇，这应该是他们一个发展史之类的。然后园区呢有摆渡这个无人驾驶的车，我们要坐这个车出去啦。他这个车啊就是在他们园区里的，然后这个车的名字叫阿波罗。